我老爸什么这个意识没有的，是吧？我的财产为什么要给你们收下？因为这时候这什么几个运动过来啊，镇压法革命，嗯，四清运动，嗯，文化大革命，嗯，几个运动下来都怕了，谁敢说话？不敢说了，对对对啊，你要怎么样就是政府行为，你要怎么样？因为这是现在是什么？我们一个党的天下，对对吧？你要怎么样，我们就满足你怎么样。要不就我死掉了，对吧？我们理论里死掉好多人了，文化大革命搞死的。但是现在来说，你简直就是什么蛮不讲理！你把这个老百姓的利益放在哪里啊？放在比非洲人还不如，对吧？非洲人还是地狱味了，我们这真正的中国人是没有地狱味的，对吧？